丁肾呢，就太较真儿，我们广东话叫谁咬一饼干。我跟他的机缘是从拍广告开始。那有一次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其实我也是说说而已，跟他聊天。半年后吧，他来到我面前，就把所有的剧本、人物、造型、环境全部跟我讲得清清楚楚。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啊，真的很认真地去讲我交代他的一些工作。拍2013的时候，是他亲身跟着所有的公安团队真的去办案，去了好像8个月，而且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他今天成功是他有他的道理的，认真专注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100%的投入，这就是丁胜。